然后，我不会用哇，这是往右，哇，飞太快了。有没有，这是前进。哦，有一台坠机下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Baby， 欢迎来到 Baby 寻常 Lab 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台空拍机哦。Baby 是新手小白，从来都没有用过空拍机的我，对于空拍机的飞行技巧可以说是一窍不通，可是又非常希望能够拥有那种气势磅礴的影片，所以 Baby 一直在观望空拍机的产品。这次大疆新上市的 DJI Neo 是 DJI 至今最轻最小的无人机，无需遥控器即可掌上起架，轻松拍出主角的大片。看到专业网红分享的开箱影片，让我真的好心动，所以立马就给它拜下去咯。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空拍小白的我傻瓜式的操作，随性的侧拍，让大家看看拍出来的画质跟稳定度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有在考虑这款空拍机的话，也欢迎把影片分享给他们参考看看哦。所以他会跟着我走啊。这个是男友视角吧？来来来来来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那我转弯，他会跟着转弯吗？很可以哦，蛮稳的。我蹲下来，他还会蹲下来哦。好，我们是应该要重飞一下，他们跟得好近哦。好，我现在要让他停下来。好，来。哦，好了，手机震了一下，它要下来了吧？对，它慢慢下来了，现在。聚焦，我们现在是聚焦模式。聚焦模式就是它会定点，然后跟着你的镜头会追踪你的人，然后它的空拍机本身是定点的。它空拍机是不动的，然后镜头会跟着你。但现在我离它越来越远，我的人就越来越小，有没有？它其实就像一个脚架一样，这个有点像三轴稳定器的跟随，还不错哦。它跟得蛮准的，好，我现在去接它了，一样把手伸到飞机的下面。看看这个距离有没有10米那么远。它目前在升高中，这样子是不是有大景的感觉吗？有没有？虽然这里不是大景啊，但飞高高还是很厉害。现在测试环绕，
就是按左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让那台空拍机起飞。我现在这个是遥控器的模式，然后我不会用我是新手小白。荧幕的左边有起航。哦，这里有。我这里有个起飞，好，按一下。你说双内半也可以起飞哦，这样吗？哦，它飞起来了。哦。好，现在是给它转向。哦，这是往下飞。好，为了要看到他们，为了要看到他。哇，这是往右，哇，飞太快了。然后这是往飞出外面去，然后可以看到我看到的画面。然后现在后退，让它远离。哎，不，这是前进。哦，有一台坠机下来的。然后让它变高。